太怪怪的。哇！哎，其实好可爱哦。你知道我很少去逛那个家具的大卖场。哎，我去逛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怎么会这么多东西想买啊？对，就看到还蛮想买的。而且自己也算是那个 HOLA 的一个，就是非常对。然后我很后悔说，哎呀，那天吃的没有挑太多。吃的，结果没想到东西很好吃哎，对，然后真没想到真的很大方，全部都送我。哎，我跟你讲，那个厂商说那个刚你开那个迪士尼福袋，说要送四袋给观众，然后说去那个 Facebook 上面看怎么样。对对对，我等一下可能叫大家分享牧羊人还怎么样，我们就送。哎，他这个是就是有分，我看一下那几个，有上面有贴贴纸，可以打开吗？可以啊。哎，这样开了还送吗？对对对，因为他是想要说如果 OK 的话。可是温妮今天不在，等了之后，这次代签。哇哇，哎，上面都有那个哎。哎，海哥，你又抽到最大奖了！我抽到对枕，抽到对枕要给吗？给你抽一个，上面枕头了，上枕头抽到抽到。对，你要给观众，给观众的。你怎么这么想要枕头？你要干嘛？不是，我很喜欢收集枕头。哎，我也想要枕头。哎，那阿婷，你不是上面才盖两个回去吗？我看一下，如果哎，如果真要枕头，可以拿吗？这个给粉丝，拿你的头，你们是丐帮是不是？全部都来偷枕头，说给你抽这个购物袋，你帮我抽，你帮我抽，你帮我抽枕头好不好？可是这边有一个枕头，感觉很难抽。我想要枕头哎，这个小猪很可爱，今天鼠年还是我拿走好了。你到底是怎样？哎，枕头，枕头，哎，你说枕头，枕头，那个呢 ？Kid 呢 ？Kid 是什么？对着一股枕头 ，Kid 也是枕头。这个是那个购物袋，维尼款购物袋。购物袋啊，那你就是购物袋嘛，是不是？啊，对。嗯，那你怎么？平底锅，我好像都是跟吃有关的，怎么会这样？他要平底锅，我要这个不错哎。这不是你要这个，这是给粉丝的。哦，对，不是，这不是我要给粉丝，不是吗？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做的，他做的蛮好的，真的做的很像猪哎，他本来就猪，他本来就猪啊，好可爱啊，对不起哦。OK， 好了，这是小熊维尼耶，哇，好可爱，是米妮，这打不开哎，很可爱哎。那我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米奇，米奇，怎么看？哎，你跟芝芝一对，米奇米妮，真的吗？哦。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粗鲁？哦，哎，真的我吃坏了，我靠，啊，对不起，好的。哇！米奇跟米妮，他们还有腮红。啊，我是米奇，你好，的感觉。哦，不对，应该这样。啊，对对对。你好，我是米奇。那我们来那个吧。喂，变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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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吃火锅，我们来吃火锅，来那个吧，来，等会来吃火锅。冬天很冷，妹妹这样娃娃好不好？妹妹这样娃娃，你到底会不会合唱？重奏。哎，好了，我跟你讲，好了，就这样。我等一下粉丝团公布抽奖的方法。然后我讲，我今天不广告会怎样吗？平民反。听一下导播说。哦，来，不广告了。我不广告会怎样？不广告不会怎样。好，直接看下一段。好，来 Part Two， 请看牧羊人。Q 的好随性。Hello， 七。嗨。你昨天晚睡得好？OK，No good。告诉你一个让你欣喜若狂的消息。怎样怎今天早上吃起来说，哦，我昨天晚上我睡不好，因为有一点微微的高原反应。我心跳好快。跳很快吗？一直。是因为我。而且我昨天睡不着，我本来想说可以来数绵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都是我的头。那画面都是台哥。都是我的画面。真的假的？今天这个阳光普照，是我们又再次来到这个羊圈。今天我们要请到一位真的是牧羊界的。可以说是专家中的专家，其实他教我们怎么样子正确的牧羊。所以你要请苏武出现，对，我们欢迎葛兰先生 ，Yes。Hi Grant。Morning。Yeah， 七 ，OK。Oh， she or he？ This is a she。She， a girl。这个有非常好可爱哦。葛兰先生是不是要送一些什么东西？哦 ，Yeah，Yesterday。What was that？ I heard that you were。哦，这就是昨天的那个所谓送。用这个的话可以节省你的声音，要不然让你的声音会沙哑。哎，台哥，你吹吹看，听说这个要有天分的人才能够。Can you teach yourself how to do it? The first thing is put it in your mouth。
but don't use your teeth. Okay. And then the main thing is your tongue. Okay. This is the important thing. I use mouth. Tongue very often. Yeah. It's okay, it's okay. 大概这个味道。OK。That's good. There's a bit of sound coming out. Mm, oh, yeah, I'm back. You're a good learner. Because I use it very often, you know. You're like, this is for real. You're like, it's a jacket. Oh, my God. All right, give up. Okay.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葛兰先生带领我们怎么样子用牧羊犬，就是这位可爱的 Jim， OK， 把羊赶到今天的那个牧场去。哦，对了，我有一个很好奇，就是当如果说一个羊它不听它的指挥的时候，它会不会生气？与那个情况，那个羊刺激的时候，会攻击它，像攻击它，然后因为亲戚同乡的羊一直看人啊 ，OK， 我想我讲的那个国外的羊就是怕人，然后看到狗会走。这边亲戚同乡的羊是自以为是，你来的啊，考虑是狗啊，攻击像不会这样子 ，OK， 这个羊很像台湾人，你看吗？Sometimes 狗也要咬一下，咬一下，羊也要知道。我是 boss， okay, 但是不会让他受伤的。就是、那你会因为如果这只羊特别不听话，你会回来教训他吗？不要去青年草原。OK， 不要让我没有面子。你害得我表演不好，这个是秘密。OK， 那么开始喽。所以等一下的话，应该是我们先放羊出去，还是牧羊犬先？啊，我们先放羊，先放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放羊。这个呀。Yeah. Get out。爸比都不过来，干嘛一直拍我啊？我左脸比较好看，讨厌。因为平常也都是这样子的。哦，我好喜欢，因为我蛮喜欢小动物的，然后看到动物都想要跟他们呻吟个几句。对，我家人也习惯了啦，把我的声音当我的蝙蝠。哎，他们说，通常第一次学没有那么快吹出来。对。我觉得太会吹了。好，学姐，我们现在要开始放羊了，因为昨天把羊放进来，今天早上一早要把羊放出去。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羊放在外面就好？不要再讲这些东西，讲这些好不好？那个鼻毛有点出来，要稍微弄一下。他这个戏是不是？就帮你堵一下吗？不用，没有没关系。但是我们发现这只手指蛮长的。哦，真的吗？真的要放羊出来？开门，学姐，我们现在开门放羊。对，大家好吗 ？Emily， Come on， 来 ，This way please。让他们就是想出去的时候，就是可以进去。哎呦，一位了，领头羊不要卷脚，谢谢，来这边请，可以，快起来，豆豆，不要害怕 ，Happy Pair， 海豚姐，我很害怕。好了，我们刚刚把这个羊啊，已经赶出羊圈了。现在呢，我们可爱的 Jim 看到那边在有没有？他等一下帮我们把这个羊赶上去 ，OK？ 然后我们这边人站太多，羊就不敢上来，他们就集中在那边。好，我们的人撤，开始赶羊。这只，好，我们先上去吧。好，在葛兰先生会用牧羊犬把我们赶上山。没问题。
胖，吃过浪啊。现在我们的 Jane 呢，是帮我们赶到这个栅栏这边，他们我们要带羊过马路了。好，他们早上就在等这一餐，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在旁边吃蕨类。对，好好吃哦，嗯，好。All right， 你好好吃哦。我们走。你好。OK， Let's go。Go， 同学不要推挤。喂。放羊喽，走嘞 ！Go go， 喂喂，不要推挤，不要推挤好吗？喂，刚才我们的羊呢，经过的时候狗在赶它们，赶到岔赛，羊好可爱。好，开始准备。我感觉口气好好哦，好有魅力哦。有魅力吗？哎，草龙掉了啦，不要再吹了。我们现在把羊赶出来了，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听说要去清理羊舍。哦。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次看到羊野外放出，它在拉屎。很像那个蒸鹿丸刚做好在喷在装罐子，很像小钢珠大量放出，哦对，当当阿达利阿达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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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啪啪啪叮叮叮叮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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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没有太好？所以羊屎的量很巨大，我们现在要去清清羊屎 ，check it out。为什么每次这种清羊屎，什么牛屎、猪屎？我通通清过了，真的，我真的狗。你现在牛死亡死亡，清屎大队。你牛已经收集到了，猪也收集到了，现在羊收集到了，再差鸡，还有谁？鸡屎，鸡跟狗，五路亨通，屎神，一日屎神。在讲这乱七八糟，真的太屌了，好笑的都在卡了以后，还好有我有记录，就可以了。听到没有？我跟你说，这不是配音，这是它真正的羊叫。这是小郭在叫，不是叫不好，因为大家都以为羊是在咩，其实在咩。那为什么会闭嘴呢？它在咩。这几个？对，这肚子它是小羊羊，他们这边都是三个到五个月大的羊。对对。好，来徐姐你说。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就是我们要倒饲料之前，我们要先扫羊舍上面的大便。它下面不是都有洞吗？对，可是我们会有一些铁杆子。对，它就掉在上面，滑没有滑下来。哦，会掉掉。那我们要强制吗？要这样冲吗？冲的话会有潮湿，有时候湿气还没退的话，其实对他们的系统是不好的。哦，这样子。有分两种，这个比较粗的比较细，这个就是扫地上，因为就是扫饲料槽。饲料槽。对。它会大到那个里面。会，它就顶住的时候，那个大便自动出来这样。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好，真的 check it out 了。它的气味还蛮重，但它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气味，不会讲，它不是很臭。哦，这里好多珍珠哦。对啊，想吃吗，台哥？他说有时候如果扫把插不下去的话，他说因为我们穿雨鞋就可以用脚去踩大便。这个粪其实也要小心扫，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扫下去的那个粪，他会再去收集。啊，如果收集的人呢，你这样刚好一滴在那边这样子，啊，收集的人哦，刚好滴下来。滴到等一下你们就是要下去了。还好你们帮我。
更知道他为什么要戴牛仔帽了，还给我晒底这个。OK， 我们去放一些草给他们吃吧，好不好 ？OK。我刚刚听到小羊羊饿到声音，有的是叫的，他连咩都没有，他已经没有办法喊出咩了，快点发声音。你看，他说你再不来，我要吃山路丸了，快点。来喽，来，那我现在就要把这个草装进桶子里。他们喜欢吃这种干干的草。对。那湿的草跟干的草有什么不一样？青草含水量比较高，平常喝水是太热的时候才会一直去喝，不然其实它的水分是可以从青草里面摄取的。对，干的牧场是它的营养跟纤维，它们反刍就是借由这些纤维反刍出来的。对，那我们这样放吧，我们就来了。好。吃饭喽！小丹呢？小丹，慢点了！来，行，走，等一个。我被包围了！人到他头了。接下，我插不进去。真的假的？Yes， 我们小羊羊现在叫声根本几乎没有，可见就是稍微喂饱了他们一点。他刚刚一直叫，靠背啊！你讲的叫人，不才说喂饱，因为他叫 L 什么意思？现在这叫法是他喝奶的哦，他知道要喝奶了。对，他知道要喝奶了。哦，他知道这个程序，就是喂完草就要喝奶这样。对。那奶是怎么弄？是泡给他吗？我们用全脂牛乳粉。对。那这个牛乳粉人也可以吃哦。也可以，对，可是希望是我们买市面上的，因为毕竟营养配方是不一样的，不太一样。对，羊有羊的，我们有羊有羊的牛奶。那万一他这样喝一喝，有一天他忽然他就哦，你会不会唰吓一跳？不会哦，因为怎么回事？因为喝牛奶，哈哈哈哈哈，学姐好幽默，对，蛮好笑的。其实我跟你讲，牛它就是这么厉害，因为乳牛我靠那么大一只。你不帮他一直弄，他真的受不了，他会胀奶。我们说是拍过一个那个，有看过那个奶会自己喷出来，因为太满。对啊，好想好想要。对啊，跟他一样。看奶怎么样？喂，好，好，我们先泡一下，叫我们不要再哈拉了，快点泡，快点泡。所以我们用62度的水先放三杯，先放三杯，700cc 是吗？对。哎，这是你帮他看一下，他老花眼爆发了。700cc 在这里啊。啊，对，这边。他说没。靠，他还中间还逼车的。没。
会不会整场收音就一直没？是不是有不是羊的东西混在里面？就喂奶奶。ちょっとこれちょっと長いねこれ。高兴了呢。他也是哎，你看他，好可爱哦，好可爱。我姿势是不是有点不雅？相当不雅，是有一点。怎么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小羊正懒趴哦，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他们都不喝吃吃的、啊？哦哦！好奇妙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像在。孕育生命哦，好像在顾小孩。他没喝过啊。妹妹，妹妹，妹妹，妹妹来这边喝。妹妹，妹妹，来。妹妹。好，那你继续喝好了，靠腰。哦，这个动作好有趣啊！只能喝半瓶，对不对？好喝。这个脚很屌，它尾巴都不动。它没有尾巴吧？要动了。我们真的好可爱哦！有没有尾巴？有。好，没有了，出来了。怎么样，阿东？也是你的天假式的睡觉。对啊，味道有点想睡，不好舒服，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你们蛮伟大的。我就在，我要问一下徐姐，你在这边会常常想睡觉？也需要硬撑。太疗愈了，知道等一下要干嘛吗？我知道。等一下干嘛？你说。啊，做堆肥一定是离不开这个。哦，对。找大便。怎么样？跟我一组在做事的，都离不开大便。我是史上最强。可以可以。来喽，来啦，出发喽，来喽，十一二，可以开始。这个，这个。但今晚要来做不一料了。哦，没问题。因为你知道吗？这都是一条边，其实我没有浪费任何一个老天爷赏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先吃草，吃完草拉屎，屎再养草，再吃草，草又拉屎，会不会最后就进化成吃屎就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去青赛。对，没问题。那青赛，我就跟你讲，我是一个青赛的达人。这边的赛跟猪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猪赛在赛，牛赛在赛，你也是在安全的范围去冲它。今天这个是有点让你回到抗日的时候，要躲空袭，因为它上面会地赛了来。恐怖的是羊尿那叉，跳不掉了。哦。这样我们要问一下学姐，请学姐。学姐来一下，再亲这个靠腰啊，它怎么卡痰呢？哇，这只就这只。哎。不好意思，你的叫声已经远离羊很多了。我问一下学姐，我们青赛的时候，因为它那个上面那个赛啊，哎，底下那地楼来地楼来啊，那我们要怎么办？你就
发现他掉下来了。在闪开，他好像还能够发现他是蜘蛛人，是不是？不是，而且你看，你这样扫的时候，你用地也就算了，还够钉脖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是这样扫的，他不乱不？啊！怎么办？是不是？对，没错。来喽！青山，谢谢了。开始。争取这个任务，你想吗？也可以啊。来，我们剪刀石头布好了。哦，好。出得去好了。出得去啊。剪刀石头布。好，那我去。好好。这么悲，我现在冲过敌军的那个炮阵了，好不好？凯哥加油！不要勉强，凯哥。凯哥，别伤凯哥啊！凯哥。没事。要把他铲出去的。对，把他铲出去的。需要加油打气吗，凯哥？冷静，冷静。掏出来了，对，这边很好，这边有你有风，对，太棒了。在屋顶唱着你的歌，一定和我爱的人。哦，这是多如粪土，我的天哪！我们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我们在清那个时候不用水冲？你这样冲，那养分就冲掉了。哦，对啊，我靠！哎，等一下，对，你帽子上有大便？哇，还有大便？对，我没有躲过吗？对，真的有大便啊！真的有，而且是砍戏耶！你拜个，我被炸掉了。在这边。哦，丢掉了，我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些堆肥呢，我们就会拿去奇异果跟茶园进行施肥。我以为他要跟奇异果拌在一起。体力断筋，有天哪！老哥 ，OK。这好像硬席哦。你这样讲了，我们都不敢吃硬席了，好像哦。其实不错哎。闻一下，我们看啊。不错啊，是达达比啊。感觉是甘草。不要吃，你是 kid 吗？不要吃啊！达达比草。学姐，请问一下，现在不要搬上去是不是？水分降低之后，放在托运车。所以台哥刚刚那个可能还要再晒一下，那我们把先晒好的搬上去。对，很简单就上去。为什么？我们直接搭在车上。我们最后是堆肥搭上去就好了。篮子要拿走。对，二十。他太重。哇！大便了。我的指甲连指甲缝都是晒。你尽量不要让指甲缝都要晒啊。会怎样吗？就会抠不掉。对，而且我很喜欢挖鼻孔。完了。
哎，谁？其实我要直接跳。太用力了，是不是？再见。你回约会？好啊，那我坐这吗？我这个边啊。哦，没问题 ，OK。这边请，还是你从这边跨过去也是可以。你要帮我这样秀过去是不是？从这边跨过去，经过这边、这边这样子，干什么东西？右边过来一下。啊，是。什么车？大哥，你新买的车哦？对啊，很棒呢。好。不行了。If there is something we need, it's a leap of faith, a step away from the comfort zone and be a little brave.Take a look around you. How far can you see? How far do you think you can run? Standing on your knees. It's a beautiful world out there. 下来转场，你腿有没有软？你信任我，那个头锅那么抖，他妈呀！我觉得我差点要去见我阿公。嘴软，他也动不了。真的很厉害，还是我好聪明哦，还是我好过来，真的没有。真的，真的假的？哎。OK，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 Ship 的那个 Barber Shop， 马上要帮他做一个 haircut， right？ Yeah， yeah。OK， 我们要帮他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啊，从这边开始，你看这个地方比较脏。对，这边接掉 ，OK， 胶剪掉 ，OK， 比较脏的地方放开的。示范一下这个 method， 示范一下怎么样子帮 OK， 他这个体毛 ，OK， 再看，我就。You must be a careful, right? I'm sorry. Yeah, we have yeah, yeah. this one. Nice, nice, nice. Nipple. Yeah, one. One. Two. Two. Okay. High side. Okay. High side. Okay.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比较容易 ，No, I don't think so.
没有，我觉得很容易。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I'm here. I'm going to show you. Okay. 你要小心手指，不要接近那个刀哦。So what I do is just tell the people to come and hear me. See down the noise. Oh my goodness! Hello, I'm Ronni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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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Just be gone. Oh, you're so good.你要安慰他，这位先生是第一次。Yeah. OK, don't worry, be happy. 不要看，不要听。You want to try? OK.太棒了，真的！我刚才忘记问葛兰先生，你的记录是多久看一只羊？哦，这边我们不写很快 ，OK， 大概两分钟。哇，两分钟，没有，太快了。其实我们希望的，慢慢修，慢慢，让他们慢慢剪。那我们这些羊毛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在这种比较粗的，就是像袜子 ，OK， 地毯 ，OK， 所以羊毛很，有没有一个 lighter？ 羊毛很多 properties， 羊毛一个东西是不用放 ，OK， 来。烧不起来，你离开你的窝，它会熄掉。All right。还有一个东西是它的弹性，我们讲羊毛地毯是最好的 ，because it's got a 一个弹性，它 is flexible spring spring。Right. And 还有一个东西是衣服 ，that's your hats。If they get wet, it'll 包完。哦 ，OK， 湿湿的。哎，这样我们终于懂了。所以穿尼龙的那种东西它不能保温，它羊毛可以，它羊毛可以保温，即使有水。待会去台北啊，是不是？呀呀呀呀！我们刚刚介绍的，我可以来这边玩。好了，柴哥，今天经过了1.5天的体验，照惯例，我问一下 Mr. Green 说，他觉得你怎么样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our performance? Oh, excellent. You've got a sense of humor. Thank you.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Yeah. Come back in time. Yeah. Mr. Green， 他可能没有办法抱住你。不用，不用，不用。那好了，所以我可以讲，一日亲近农场牧羊人，成功。Thank you。OK，
欢迎收看《一日三少爷》了，很好啊。这是我们《一日牧羊人》录完之后，还有这个，不是录完之后，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全新的。哦，第二支，简直是一个大地主嘛，这就是富二代了。客运在门口插了一站，好不好？对不起，好像有哪里怪怪的，明明讲话的是阿公，但画面却一直是三少爷阿良。请问这样我是要怎么解？所以我只好用这个声音告诉你们关于三少爷的由来。在南头埔里有一个叫做观音山庄的地方，这个山庄有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最惊人的是这个山庄是阿良的家，阿良在家排行老三，所以叫做三少爷。以后你来埔里追谢和泉就训了，隆重向你们介绍全新的旅游景点三少爷阿良的家。卖少爷，阿良家喷射三少爷，厉害！哎，观音山庄，三少爷，观音山庄的菜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刚刚看到猪脚，感觉就蛮弹的。而且都因为他爸爸妈妈比较保守一点，害羞，他们不愿意入境。嗯，爸，所有菜都是他爸爸亲手烧的。哦，真的哦。那红烧肉不得了，刚刚那个好吃白斩鸡，那油鸡真的好好吃，好吃，自己养的鸡真的。观音山庄，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你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吃。我最喜欢吃白斩鸡，一定要去，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拍了两天，嗯，又饿又累，然后还好三少爷的家救了我们，然后哦，他爸速度超快的，两桌咻一下就全部出来，一桌大概有十个菜吧，都好吃，好好吃，好吃，都好吃的。很多菜是现场采的，就他们对面有溪，然后溪虾什么的，对不对？打卡景点的啦，三少爷啦。以后粉丝去，只要爆出我是木曜四道人三少爷的粉丝，9.5折啦，9.5折 ，OK 啊。好了，你们在替人家决定什么嘛？嗨，9.9折好了，好不好？好，哎，这集其实蛮好看的，还不错不错，很疗愈，很舒服，看上去很舒服，羊好可爱。好可爱，哎，尽管叫声不是那么的，而且他叫声真的让我知道，他是就是这样，卡弹，哎，是这样，而且听起来是有年纪，可能是刚出生，刚出生，哎，靠背啊，哎，大概是这样，太屌了，好不好？可是好温驯哦，好可爱，看完就很想去，很想摸他们的屁股，对，好可爱，而且那个绵羊油是真的这样子一摸，哎，真的很滑，就是很滑顺吗？很舒服。很舒服哦，你们有带回来吗？油怎么带回来？因为他们有卖，现场有卖那个他们的油啊。我们没买，哦，是哦，可惜耶，那很舒服。可是摸到纯天然的时候有点震惊，嗯，那个如果是用头发来比喻，那个大概是2万年没洗，真的是超油的。哎，所以头油也是那个油哦，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是在抹护手霜的感觉啊。哦，油你就不要洗头就好了。可是我们的会臭，他们的不会。对。跟猫一样，要么吃素，完全没味道的。对，哎，可是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羊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干净的动物。怎么说？就是会，比方说，猪跟牛可能都会生病或干嘛，鸡也会有鸡瘟之类。你有听过羊？羊瘟？羊不太生病。没有哎，就羊就很生。羊不太生病。哎，可是我们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以前都比较排斥羊奶，因为味道比较重。嗯。对，那如果有喝羊奶的同学，是不是都会比较健康？哎，我喝羊奶的，哎，哎呦，我从小就喝羊，你喝羊奶的，啊对，我都喝羊奶，又怎么样？喝羊奶，喝羊奶，喝羊奶，怎么样？怎么好类似？怎么样？怎么类似？又怎么样？没事，因为我们就做这集就很类似，就这样，好吧，没有什么。然后现在怎样？没有怎么样啊？是不是要念抖内了？差不多了，抖内在。哎，我觉得很谢谢思思，他第一次来一个系列就录到一个这么累的。不，真的非常谢谢，谢谢白痴公子，很喜欢你那个漂亮的配音。其实我很担心，因为我其实我一直很有点担心，说我没办法跟上台哥的节奏。哎，真的，跟那种羊炭区哦。哎呦，还有这种，我就不晓得，因为人家在讲感性的话，你在那边讲什么羊什么区啊？管他什么羊滩了，羊什么区？这我真的不晓得。好，还不错，不错。好了。那我知道，欸，让我长个知识好不好？哎，刚刚超多粉丝说觉得那个谁吃很适合一日系列，其实蛮适合的，很适合。因为我之前很担心，因为我之前出发前我整个全部都看过。
是，然后想要真的假的？对，因为想说要知道一下整个流程，真的好用功哦。然后我就觉得好难哦，因为没有流程，不是，应该是说要反应要很快，然后要搭上台歌的节奏。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其实自己看完都知道我的脸感觉都在放空，因为没睡觉就去。不会啊，我觉得是我们看表情很多，我们看不出来，可能是装出来的。很棒很棒。其实来那天来之前是好像是赶一个片子哦，对。然后他就直接剪完通宵，一秒都没睡。因为我们出发的很早，就直接来，然后就去了，是真的蛮累的，辛苦辛苦。真的好辛苦，真的好。下次一定要再来玩，一定要跟你一起玩，我们一起玩。哎呀，何必这样争？不要这样争，争来争去干什么？这样他们没有在争，没有吗？只是越过你而已。没有吗？没有这样。好，所以好了，念个抖内回家，就乱闯一天。念一下，来。可恶呢，这 Kid 来没玩到那个游戏，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对不对？我跟你讲，羽毛球这个随时玩了，好不好？下次教我们。我希望芝芝要常常来，真的。好的，真的真的。来，央购，央念一下。牧马人，小弟大病未愈，来看看，加油加油，伟公，温温好好休息，赶快康复。OK。芳芳有笑声有欢喜。OK。下班的木药粉，木药六超完。哦，对哦。温泉蛋小伤，温温生病哦，好好休息，赶快恢复健康。德瑞克，木药支持金。蕾蕾伙伴，绵羊好可爱哦。前锋没棒球的日子就来看央央抚慰心灵。阿迪嘎多，送送啦！阿公琴的好琴，三少爷家要爆满啦！三少爷啦！三少爷啊！吃五座的央央，一片空白。央央好开心，抖个一日冒央。Angus Wong， 怎么冒央？听不懂。我今天戴帽子吧。对。哦。抖个央央喂食金，阿阳赞助央吃面包吃到饱了啦。Debase， 好节目一定要支持。黄泰德，欢迎收看《白痴五超玩》。白痴五超玩，白痴五超玩蛮可爱。白痴超玩，香港骨灰粉鬼哥，我复制一日幕僚路线游台，有看过吗？哦，我看过，我看过，他拍的不错。哇，这你在哪里看？鬼哥，我有看到他，因为他有那个 take 你 take 我，然后我有看他的，他是一个香港的 YouTuber， 所以他闯进台北市政府。没有没有，他拍我们走过的。柯市长的路线，好可爱。然后介绍大家说，海里头有妹哎，好玩呐，好野水干嘛？我们节目已经红到人家二创我们节目了，这么屌，哇塞！哎 ，OK OK， 二创，乖不乖不乖，哎，一亿骨灰粉。好，小羊像温妮、央央、吃吃一样可爱啦。耶！张茜茜好久没抖了，吃吃来抖一波，抖奶。皮卡丘 ，Fan from USA。OK， good。一日吃吃粉，希望以后吃吃能有更多的参与。没问题啊 ，Logo 谢谢。奕晨，阿公老人年轻，这是点好怪。老梁刚下班，这是笑点。笑靥，老年人今天，谢谢。三少爷，林阿宇，三少爷家玩一波了啦。哎，以后两个人会被人家。三少爷，三少爷会啊！以前那个古龙好像有一个小说叫《三少爷的剑》，那个时候我们当年是尔冬升演的。三少爷的剑听起来很像一个 A 片，不是啊？三少爷的剑，听，好，不要跟你讲，算了，来。阿令退伍第一次跟直播，刚好我生日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来，生日快乐！黄泰德最佳笑声是，好，好真实。德伟。温温早日康复，好喜欢 Kid， 第一次抖内就给 Kid， 希望常回来。哇，这一定女粉哇！阿 T 木药粉，值班不能跟直播，但为了央央还是抖，是哦、谢谢。天天今天的央好美，抖点喂食金。好哦 ，Have fun。你先抖一点那个鸟饲料好了，没问题。他央的粉丝都超怕央饿到的，对，他明明他就不会饿到。对啊，他很会找东西吃，吃的我的妈呀！来 ，THF。这是什么缩写啊 ？Thief 小偷吧。哦、然后新加坡粉报道，姨妈好红啊。小八七，吃吃粉，小太粉了。谢谢你们抖内我。你是不是快要把衣服脱掉了？我在旁边，我真的不好看，不好看，为你紧张。来，俊台恋粉丝俱乐部，冰箱饮料快点喝完，要冰阿公。OK。麦卡贝测试一、测试二、测试三、测试四，什么意思？听不懂。Test。天地一傻哦，百祥保重身体，好节目要继续下去。好，欧阳又任看到央一切的疲惫都疗愈了。好 ，Kim Jong fans from Korea， 你还会念 Kim Jong？ 真的会念，我看得懂。
贫穷是什么意思？还是有修过韩文？贫穷怎么金正恩啊？金正恩岛内，中国 Korea， 我靠，太恐怖了！金正不，他是东亚旅行社的。所以他完全会练他们的音标。等一下，卷回去，我想看一下，这里是金正恩啊 ，Kimmy Chung， 哇 ，Kimmy Chung， 哎 ，Kimmy， 所以他练了四年，就是会念音标，然后还有卡塔卡纳、吉拉卡纳，就这样，哎，多多可怕。奶油五根，就问百祥一句，樱桃分给大家吃了没？有，我们那天放在主桌上，大家都吃了一个袋子。大叔，我们都好有 energy 哦。对啊。棒棒，苗安安，知道 Kid 的名字广东话怎么念吗？林柏森啊。哦，我是温泉蛋上，这是念上吗？什么 ？S E N E A N 上没错。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陈肯林肯他弟弟，然后就是林肯他弟怎么不同姓？来，安联马吉温温康复基，好 ，Demo Harless， 大家都考英文好难哦。木曜大豪，香港木曜省，哎，香港木曜是 Kid 粉，天哪，重感冒，休息一下再补看。好，保重。温泉蛋小可问您辛苦了，要好好休息哦。好，白刚毅，我爱阿良，阿三，阿凤 ，Death 呢？嗨。温温 Debbie 最正了，我有看错吗？哇塞 ，Debbie 给我进来 ！Debbie 是 Kid 的经纪。哦 ，Debbie 最近又厉害了。哦，私下，他厉害的可多了，我靠！今天美女很香蜜。好，于任任，于任，快点好起来，我心会疼啦。他叫他全名好像很好这样。哎，黄月，你白痴，快好起来啊！他心会疼，那去看一下，可能心脏有问题啊。有可能心肌梗塞。来，温温多休息，早点好起来。温泉蛋小可，呵呵呵呵呵呵，鸳鸯单弓。好，温鸯我爱你，希望温温早日康复。天好多、哦。小雨，温温要快点好起来哦，期待看到你。快来快来。生吃香菜，呵呵呵。靠北啊。我是崇文，最爱温妮。温妮保重身体，我们等你回来。精灵龙王画好画满，拍个一日小画家了啦。好。央苗安，央有收到见面会送你的礼物吗？应该有，因为几百万件应该有。马可多小陈，没想到阿公还记得我，变骨灰粉啦。什么时候记得？哦，马可多啦，我记得。小陈。待命小郎君，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喝。什么意思？温泉蛋冠维，温温感冒辛苦，要多休息哦。J Z Young， 今天又可爱又好笑，但看了肚子好饿。看你想吃羊肉炉，看你想吃羊大便。羊苗小屋，小羊好可爱哦，看羊羊吃疗愈。好。妹妹背着羊妹妹，心羊像羊羊妹妹。什么歌啊？歌完全唱错，来，快继续。Y2K。白雪公主好正，温温早日康复。Mr. White Cow， 台湾有水电工，木曜有清洁工。哇，还有梗哦，清洁工呢哦。清洁工。冲冲，羊比羊更可爱。啊，好哦，谢谢大家赞助，谢谢，感恩感恩，特别感谢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情意相挺，好不好？情意相挺，支持来相挺。感谢，感谢大家，好不好？感谢，还有没有什么感谢的弱智卡吧？讲一下那个，我们要去订阅白痴公主了。哦，是好，请大家去订阅白痴公主。其实今天上什么新片？讲一下。哦，我今天上就是我去调侃，我去聊别的男人的片。你怎么说说？怎么这可以这样子吗？聊谁？哦，就是谁？肖不朗。好了，对不起嘛。看就知道，去看一下。也是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好好去看一下，不守妇节。好，感谢 Hola 特利和乐 ，OK， 谢谢，特别感谢，谢谢清新农场，谢谢，特别感谢 Coca-Cola。Coca-Cola， 以后我们有免费的原萃可以喝。哎，给可口可乐赞助，感觉好像牌很大，有没有 ？Coca-Cola、Sprite，OK， 还有很多冰箱在那里，等一下自己去拍。Yes， 音乐提供，谢谢金月 ，OK， 谢谢。谢谢大家的收看，好了，辛苦了一天，木曜吃饭完，下周见，谢谢大家，拜拜 ，check it out， 三少爷。